Do you ever doubt that your slow forms of Tai Chi can really fight? Then watch this clip. It is going to show you what Tai Chi really is, and what else Master Xu Shixi is going to teach in his upcoming global lecture tour. Do you not only want to be able to protect yourself, but also hope to keep robust till very old age? Pay attention to what you're going to watch in the following minutes.武术里边的传统手法啊，基本上总结五种，就是抓、拿、摔、叠、打。那么这个五种手法里边，它是以这个抓、拿、摔、叠为手段啊，最终的目的是打，必须在两人在格斗的过程中，你马上就接手就要使用。练这些技法，首先要有这个指力，你的指力、腕力，这是必须要加强一个辅助武术辅助手法的练习啊，这是第一个。另外第二个就是要在两人要相互的在交手啊，就是所谓在实践过程中练好听力。那么这样主要就是练习你手的这种感觉的这种感知的能力啊，你感知的能力很强，就知道对方的变化，而你产生变化就自然，就是所谓说比不动己不动，比微动己先动。八式前砍干战蓄离坤顿，八个不同的姿势就产生不同肢体，就是属于上肢的肌肉的和筋的这个能力。八掌八拇掌就是在你基础打好了产生的武术的内力了，你却需要手法。八拇掌能演化出来很多的手法，按照传统武术讲就是产生64手，那就是说不同的64种手法来与对方对抗。八行掌那么就是要求你手眼身法步在行走这个过程中就不能停止了，也不需要再绕树了啊，那棵树中间的那个目标就应该去掉，而是需要你在近似于实战的这种情况下，就是手眼身法步同时不停地综合起来，那么去把这个动作去完成，就近似于实战的演习。四平拳基本上属于少林拳之类，是八卦的后期的发展，它可以增长你的反应速度体力啊，就是手眼身法步综合的这种训练，而且是一个体能的训练啊，因为我们打一趟拳都需要很大的这种力量和气力，你所谓气与力的结合都要在这种上体现出来啊，所以它是一个综合的一种训练。太极拳毕竟是以养生为主啊，但是这个养生的主要的原因是在哪儿呢？就在于气功的啊相结合，就是动作与气功相结合里来，就是每个动作都要必须有呼吸啊，这个结合都是一呼一吸就成为吐纳术，所以太极拳要求打起来有时候很慢，这个慢呢什么原因呢？就是与你这个气息相结合的速度啊，并不是说越慢越好，而是越快越好，而是说你越慢要慢到你的一吸完成一个动作，一呼又完成一个动作啊。你比如说我这一画一个圆的话啊，我往上画弧的时候，那这个就是吸气，往下画那个半个圆就是呼气，所以一动一都是一吸一呼完成一个动作。那么这个好在哪儿呢？就是我们在运动的过程中，你运动虽然时间很长，但是你不累，只是出汗，但是你并不喘息，不喘的原因就是你并不缺氧，这种氧的供应啊，这就是太极拳养生的这个道理。
养生十三式主要是适合于中老年这个种人群和病后的恢复期，对于癌症的恢复期，高血压的，属于神经系统的、消化系统的这些病，好处特别多。因为什么？主要这个里边，它就是根据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动作，啊，就是还是人为的改善这个血液的循环。武术学到很深的地步，就必须要懂得经络、筋脉这些东西，就是骨骼结构、人的生理解剖这些功能都要懂。合谷这个穴位呢，就是有句中医有一句话针灸叫面口合谷收，就是凡是你头面上的疾病都要在合谷这儿，你每天去按摩或者去针灸，它都有一个治疗作用。比如说咳嗽、头疼啊，那么这个眼病是吧，包括面部的神经抽搐，那么在合谷这个穴位它都管。外观的穴位它管这个头疼、胳膊疼是吧，那么这个都在这儿。它的对过来这就叫内观啊。内观呢，这个内观外观它可以扎透，我可以从啊这个针扎过去可以透外观是吧，那么内观透外观，那么内观的作用呢，就是对于心脏、睡眠是吧，有中医的话就是叫心胸内观谋取池，那么这个穴位经常去掐去掐它，那么就是你比如说感冒发烧了，它有退烧的作用啊，这是第一。第二还有一个去湿疹的作用。第三个就是高血压啊，对于高血压的人要自己经常去按摩掐击，那么针灸治疗依然如此，我也要扎这个曲池这个穴位。I will be accompanying Master Xu Shixi during his global tour, and I'm pleased to answer any of your questions. Want to discover more about Master Xu Shixi, his teaching and theory? You can visit xuxixi.com. Hope to enroll yourself with your school into his global touring. Just send your contacts to lp300@yahoo.com. Thanks to all that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making of this trip. You just go all the way. Look out! Now what would it take to break? I believe that you